据台湾媒体报道，55岁的大美人关之琳与身家约640亿台币巨集团董事长陈泰明，2007年起被传密恋，2015年传出分手。关之琳大方透露，两人其实是低调离婚，震惊演艺圈。两人各自恢复单身后，关之琳常被传与鲜肉嫩模交往，但都遭国认。而陈泰明日前被媒体拍到和4名友人吃平民小吃牛肉面，期间还有一名长发清秀女子，令人好奇两人关系。关之琳2015年在台湾参加活动时，被问到与陈泰明分手传言，她直言：“我们不是分手，是离婚，宣布告别单身。”而人美桃花旺的她，不久就和时尚品牌太子爷陈柏希穿浴袍合影传出绯闻，又被曝密恋小24岁 Super Junior M 成员周密，但很快被当事人驳斥。据报道，另一方面，陈泰明近日被拍到捧场郭台铭的口袋爱店金春发大蛋牛肉面。前晚记者目击陈泰明带着国外回来的友人，加上陈泰明共3男1女聚餐。大约经过90分钟后，陈泰明便和朋友分头离开，之后自己回到阳明山住处。